阿店明天还有其他的花种，再麻烦你明天再替我做伙送过来。好，没问题，我去再吃一个。江小婷，他在多好，人家多有力啊！瑞芳，啊，真久无看呢，你有哪多好来这买花啊？嗯，以前变个安怎啊？本来真歹讲啊。对啊，啊，你今仔来买花是要送什么人？曼娟，你跟曼娟在交往哦？哦，不是啦，我是要感谢伊替我解决真侪代志啦，不是你想安尼啦。其实曼娟这招伊也袂歹啊，人生作水，人也够好。小弟，你还是在曼娟？嗯，伊是我朋友的学妹，我两个算是有那亲戚。张小姐，这是婚礼会场要用的报价，请你看一下。真麻烦你。小婷，你喜欢办婚礼啊？是。我要办婚礼。你的婚礼？你是要跟谁结婚？咱遐尼侪年无见啊，缘分真正是足奇妙的。你跟曼娟的交情好，啊那我是跟曼娟的学姐方思瑶，我哪里交往？明仔载我就要结婚啊。方思瑶是钟伟哲的情妇。啊对啊。你会记无？咱大学的时阵有办过一场化妆舞会，我有带去啊。恁两个有见过面，你敢会记啊？好，江小婷，你也太劲爆了吧！以前咱大学的时阵哦，你甲钟伟哲谈恋爱，已经有够意外，想不到今嘛，搁个轰轰烈烈。其实哦。中午这个代志，我冇看过新闻啊，我才来烦恼你呢。听你来讲哦，你敢那再来跟伊分手啊？少年时阵是我想讲，去有中午做陪去，嘛因为安尼食真济苦。杨哥好加载，有需要陪伴伫我身躯边，伊一直支持我，鼓励我。啊，若无。我真正唔知道我的人生要安怎继续走落去。我本来只是甲伊当作真好的朋友啦，想知啊，其实我已经偷偷去爱着伊啊。后来，伊向我坦白伊心内真正的想法，我才发现，我的人生敢那豁然开朗。这款感觉，唔知道你是不是能体会？感情哦，本就真侪种无共外表，你永远唔知影真正爱会以什么状况出现你面头前，所以恁的爱我完全当了解。小婷，恭喜你，我祝福你。那呢，我嘛要祝福你，祝福你早日去找到属于你的真爱。虽然这几年来，你变作是一个真有争议性的生意人，也不过徛伫个老朋友的立场，我相信你也是甲过去同款，是一个勇敢追求属于家己爱情的杜瑞峰。多谢你。对啊，既然咱这两位缘分伫个这搁见面，那呢，我是不是当邀请你明仔载来参加我的婚礼？在现场祝福我跟思瑶，我当然愿意啊。我小弟，我是替您烦恼呢。您真正要公开举行婚礼，要所有人全部您做伙，您敢唔惊承受我家的压力？我跟思瑶这么多年来，经过真侪风风雨雨，阮的感情真坚定哦。所以我相信，阮一定会当心连心，做伙走过所有压力。
我的婚礼需要三个伴郎、三个伴娘，要唔过即马阁欠一个伴郎。那安尼，我是不是会当请你有哪来做我的伴郎？啊对啊，我哪有请曼娟来做我的伴娘，自己做我的伴郎哦？当然啊，这是我的荣幸，会用做你的伴郎哦，我真欢喜。那安尼，我就先跟你说多谢啊。这是明仔婚礼现场的地址，期待你的出现。我先处理我的订单。小婷看起来真的很幸福的，一定真爱死要。